下一位潘玲玲，哇，恭喜玲玲。潘玲玲，今年如果你再拿奖，也就是说今年你得了奖是第五座最受欢迎女艺人奖项。哇，好亲爱哦，裙子不要撩太高。谢谢，站在这里虽然是我，但是功劳是你们的。那一群一直打电话支持我的亲戚朋友们，我最好最好的朋友，还有我最挚爱的家人们，我的老公，我两个宝贝儿子，谢谢你们这几年来一直在默默支持着我。今天再拿这个奖非常开心，因为这一路走来真的是不容易，能够有你们是我这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件事。谢谢我的影迷 Chai， Thank you so much。 还有谢谢我所有的经理人跟老板们，谢谢你们这31年的支持，谢谢。